其实这边现在从来老宅的改造，然后变成餐厅，很舒适。那它其实是以前这里是其实是一间药铺，所以它保留了就是这样药铺的性质，所以有汉方的这样的一个调饮。那当然也有西方的咖啡啦，但是我点了汉方的，这个是甘霖凉。哎，我没有骂人哦，它真的叫甘霖凉，就是甘草啊、柠檬啊，还有气泡水，然后属于冷的这样的一个汉方的调饮。真的是酸甜酸甜，然后气泡，对，就很甘甜甘甜。很凉哎，蛮特别的。那另外还点了肉桂卷，啊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还有巧克力蛋糕。啊，有机会可以。你说这里的餐要可以。刚刚去的这个宝生堂乐咖啡，它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回到时空隧道，然后你去到一个很古老的地方，然后进去里面你才会发现说，哇，原来里面有一个，就是他们俗称，里面有一个他们俗称北港内神的这样的一个起源地，就是宝生堂的这样的主人，然后他在一段时间当中，他发现他太太身体不好，然后他们就去找出这个原因，然后原来发现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神奇，所以那在经过这样一个奇迹，还有祭拜奉祀之后，那开始就是这个地方就开始变得很发展，然后这个中药行也变得很发展，然后甚至到后面就是甚至这样一个希望大家来祭祀他，所以后面还盖了这样一个佛宫，这个地方蛮值得来看一下的。另外他的餐点我也觉得蛮好的，就是除了汉方的一些调饮之外，还有一些咖啡啊，然后甜点其实都蛮好的。所以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个地方，就在北港超级公园旁边哦。